我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呢，让人充满无限期待。我永远在等待你。好吗？王一博晒干辣椒，脱脂消战。对观众，对观众。男孩，年少有为。你俩的组合的名字？一战组合。一战成名啊！就是肉眼可见的那种情绪，都是因为他吧。就超怕疼啊，他就超怕那么大程度，就身体要坏了。土拨鼠吧，就是牙齿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性格，性格啊，不是，就是天降啊！你别说，你别说，土拨鼠，那他就小鸡，不可以是吧？哈，蓝忘机啊！啊，但他反正就喜欢打我，对吧？而且打得理所当然。在剧组最欢乐的话就是打肖战。谁不洗衣服？他的衣服也自己洗啊！洗洗洗。